MacBook 可以上 Facebook， 你可以怎么样功能表？切换功能。哦。没有啊，是要用这个写。哇塞！要日历。功能呢、啊？你看功能表有什么？按哪一个是功能、啊？就刚刚确定吧。确认是进。然后对啊，确定，然后左右。通话记录。多媒体。哦哦哦哦。相机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帅帅帅！哇，这画面怎么看呢、啊？太帅了吧！哇塞！保存？哇塞，还要保存哦！哇塞，这太厉害了！还是露营啊！哇塞！而且它的相机是直的，你就不用……哦，对啊，太酷炫了，平时。还有什么音乐？想听什么音乐？那是不是很大声？试听 MP3 是什么歌？好声音在这里，听起来没有很大声。再一次，它音量在哪里调？怎么没有音量线？按上下吧。哦，音量调节。哎、欸。哦, 哦, 哦, 哦，再播一次。哇，它外面还可以有手电筒哎，太酷炫了吧！你要盖起来吧，盖起来才有手电筒。是啊，等一下的，还有影片呢，看影片。就你刚刚拍的、啊，太帅了！看起来像车祸一样。哇，这就你刚刚拍的、啊？对啊。还有什么可以用 Facebook 吗？收音机耶！哇，他不用接耳机哦，这么酷！啊，怎么下一个？就没有触控，就左右按左右啊！你已经忘记怎么用手机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左右它不会动啊。那直接输入号码嘞。此电台不存在。那你要打多少连击？都没有啊。然后算了，他可能要接天线吧。图片，刚才照的图片，太嗨了，太嗨了。哇，他还会讲话、啊。录音、档案管理啊，但不能上网啊，没有啦。啊有啊，你左右，那在左边，再继续附加功能呢、欸。哇哇哇！什么叫做亲情拨号？语音王是什么歌？亲情拨号是发生什么？一键拨号就是这些。一键报时哎、欸。计算机亲情拨号就是按一是谁，二是谁这样子啊。编辑，像一啊就是谁的电话，二是谁的、啊。哇，还会讲话，还要打一啊、欸。没了。啊，不能用网络热点啊！还有吗？没了，设定。开盖设定。手机设定、显示设定、安全设定、连接设定。没有的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没的啊！你要开手电筒。手电筒是什么？哪有手电筒啊？骗人用的啊！你长按吧。哦哦哦哦！吓！吓！哦！什么鬼？还可以接电话？啊，你这样接电话可以直接听吗？就扩音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啊，又没有电话来，我怎么接？太酷了吧！应该是没办法接，这又没有那个机。我说他可能可以直接扩音啊，你就可以直接打。Oh.